是中秋节的一天吧，庆祝他们活动，可以看到金玉满堂，还有第二次的活动。那后面的第二阶段，等一下的主角就所谓的鸡公活佛马上会出现了，还有放鞭炮啊，然后要走行，不对，刚才是迎神的开路功。完了之后，按鸡公活佛在主要的主神，这是来自于彰化西州的元甲宫。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众信徒非常非常多，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。这是整个台湾民俗活动的传统啊，善男信女呢的用的一炷香。今天2014年的9月7号，明天就到中秋节了啊。善男信女了 ，OK， 好，告一段落了，拜拜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。